刚依然海口乡一片还是该回过乡镇该农村，才提入一班客家系五条公下该好落下。两多年的海口乡公所还个山区乡下大变下，消失的党有该客家文化就天天的本人看到，回到地方就得再搞重生。刚依然政府贴片先的海口乡盘内海计划，突然民众转到五浪烟台来感受海口乡长有该文化气氛。快感音乐上当中，小朋友还够台筋紧哼紧跳，顺便海口老街行到去公所，还就当当年昨年老师的生父来参加，从年到转到五浪年会容。今天为什么会穿这个复古的东西？因为我们溪口以前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很繁华的，大家都打扮像了这样漂亮漂亮的。回想到以前小时候在这边跑啦跑跑跑去了玩玩啦，跑跑闹闹，还有玩弹珠啦、捉迷藏啦，哇，那个时候好热闹，人又多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溪口已经渐渐的没落，人越来越少。乡音是推翻地方重生的原因，为了为住社区组织能量的地方再搞重生，嘉义县政府从海口乡来做试验基地，结合彩田路街所住的点儿来盘海计划试验行动，为居民对某乡融的国土来认识自家的家乡。实际上，金马被吹的这样的老街，然后找到这样的老店，而且还有在经营的，还真的很少。我想溪口是一个可以让你慢活，然后可以慢慢逛，慢慢体会啊溪口人的淳朴。这里其实有非常棒的一个人文的底蕴哦，它有客家跟我们闽南的一个融合哈、哦，去共创的一个历史。那这次的创生是希望说，我们先把我们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，我们把它留下来，我们留一个线索，让未来有一个发展的方向。两种实验行动为判两年，除了快摩改复古 party 之外，还有通案必须海口两地小立行等加好体验发图，希望大波安妞来展现海口乡安丰富的人文老产业。下个新闻的进入，感谢海口报道。